大家好，今天我们呢要来拍一个戏，今天就给你看。面粉呢？找不到面粉。面粉呢？我去面粉，等一下。有没有在那个蛋里面？那个壳里面？那个壳里面。啊！为什么你放在里面？哪个？哪个了？哪个？我就哪个不停。没，你来一下。每次你就最后都是这个板凳。你拍去那边。什么东西哟、哦？都在玩东西。拍去这边。拍去哪里？哪里有没地方住？去那边。去吧。哪个不是怎么没点火的？一直打嗝。没事吧？打嗝不停。你好，我来喽。就是这么煮饭的，都是我需要用的煮的料理。你说你是没有放平，踩到你那个 TV box 啊，那个很钉啊，等下你跌倒啊。然后呢，倒鸡蛋。然后再搅拌在一起，然后再倒面粉，然后再放青苹果、小白玉牛奶搅拌在一起，这样子就完成。然后呢，再捞鸡蛋，放牛奶，那个上面又拿放放牛奶，然后再放牛奶搅拌在一起，这样子就好了。然后呢，倒去这个鸡蛋，然后再盖上盖子，这样就好了。如果你喜欢我的 video 的话，请点赞和订阅我的频道，谢谢你，拜拜。我不知道你是哪里学的。